아고. 累死。 怎么背了这么多东西啊？下去。我忘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你今天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能有什么感觉？我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我听听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不要买这些东西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你看咱们家哪还有地方放？我跟你说，这不是我买的，那谁买的？我妈买的。怎么了？我妈今天来公司了，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带过来了，说你现在出门不方便，都是给你买的。真的是你妈妈买的？当然是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而且我去网上查了一圈，我就怕我妈使了一个什么招。我一查，哎，都是进口的好品牌，而且是那种妈妈论坛的那种叫什么？哎，那词叫热销品。谢谢啊。我跟你说啊。我妈这个人吧，其实她就是要面子，她嘴上从来不认输，但是我觉得心里啊，早把你当成自己人了，真的。阿姨最近身体好不好？对，你看江曼，妈妈最近身体好吗？哎，杨科能搞到很好的冬虫夏草，要不要让他搞一点给你妈妈送过去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杨哥。哎呀，搞什么冬虫夏草啊！我跟你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你，你把身体养好，把宝宝顺利的生下来，带着宝宝去见奶奶，这比什么冬虫夏草那不强多了？我是不是变丑了？没有，就长了一二三四八个洞，烦不烦呐？没有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。腿呢？是不是粗了？不粗，这多细啊，跟我腿都差不多。你电话。接一下。喂。妈，你别急，你怎么了？好，那我马上回来，我马上回来，带你去医院啊。怎么了？我妈老毛病犯了，说心脏疼，我赶紧回去一趟吧。那你赶紧去吧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啊，那你别等我了，好吗？啊，乖乖的。嗯，我先去了。